所以我们因为不能透视这个无常的苦，维系的苦，我们拼命的钻牛角尖，在是非里面拼命的钻牛角尖，在名利里面拼命的钻牛角尖，在男女的感情里面，是吧？这个甚至知道世间是苦无常法，他拼命的在念佛里面下功夫，拼命的在解脱的思想里面下功夫，拼命的在自利利他的功夫里面下功夫，这刚好是圣人跟凡夫的差别。如果你了解生意面三相牵引根本无没有永恒可得，那你对这个世间的得失很容易就放得下的。急则贪嗔痴等分，等分就是贪嗔痴全部具足，很平均，通通有，叫做等分啊。这四心流动，贪嗔痴等分，道则对治易夺，易夺就是容易除掉烦恼，道则对治易夺啊，可以夺掉这些烦恼，你对治烦恼就可以夺去这些烦恼。灭则灭有还无，灭有这个有就是生灭法，还无，无就是不生灭法啊。因为世间都是有嘛，啊，有车子，有洋房，有大了，有我啊，有个身体，有个老婆啊，有个先生啊，有个金钱啊，这个有它就是生生灭灭啊。我们因为这个世间的有不晓得有多少的痛苦，所以啊，修道的人有跟无他都回归到空性的无自性啊。真正的贫穷是没有智慧，而不是没有金钱。如果你认为有是障碍，就把有除掉，就认为没有障碍，除掉有也是障碍，因为有不必除，放下就是答案。放下，什么叫放下？就是没有执着。什么叫没有执着？因为世间无常。为什么？因为世间无常了不可得。为什么了不可得啊？一切法皆空。所以说灭有还无是这个对峙的东西，小圣的看法。以前失意生灭十二一年，也这个小三藏教也解释生灭的十二一年。无明原行啊，无明啊原行，就是说因为你有这个无明的，无明就是没有智慧，因为你没有智慧，所以你借着无明这个力量怎么样，你就会采取行动，你追求啊名啊利啊女色啊贪嗔痴啊啊拼命的造业啊，你就行持啊。行原是这个行持啊，是仗着什么？仗着意识形态去做。那么这个意识啊啊哎，就是我们呢 所讲的第八意识，也就是说我们前世是因为无明然后去造作很多的恶业，那今生今世的投胎就变成第八意识。所以视眼名色，这个名就是精神，色就是物质，简单讲就是受精卵啊。但有名啊，所以没有任何的形体，所以啊叫做名啊，视就是名。那么这个色呢，也说父精母血，简单讲名色，我们所讲的受精卵，直截了当就是这样讲。名色，名色言六入，言六入，这个六入啊啊，就是我们的六根呢、啊。六入言畜，就是出生以后两三岁啊，啊畜言畜。那么畜言受啊，就感受；受言爱啊，爱就言取，取就言有，有就言将来的生啊，生就言这个老死忧悲苦恼啊。那么因为现在呀、啊。啊，翻开这个《天台宗纲要》的二十页，《天台宗纲要》的二十页就是另外一本呢、啊，啊，你们一定要带的了，每次上课都要带的。好，这二十页呀、啊，哦，一看哦，十二因缘，这十二因缘和三世的因果的关系，那你们就对着看就知道了。无明就是祸啊，行就是业呀、啊，是吧？过去。属于过去世是现在的世事啊，今生今世的意识，名色六入触受，这五支是因，是名色六入触受呢是苦，属于现在世是过去世的无明，行二支的果，爱跟取是迷惑，因为你迷惑你才会爱跟取嘛啊，才会有这个有是有了业障，造了业，属于现在世是未来世的生，
老死两字的因，说爱取有是因，那么生老死又是果，啊，就是苦果。也属于未来世是现在世爱取有三支的果，所以说十二一年就是三世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过去就是无明行，现在就是四名色六的触受爱取有，啊，未来就是生跟老死，这是三世双重因果的这个关系，啊，来，那么再看回来六十八页的。好了，我们知道无明是生死的根本，就是没有智慧，因此希望诸位好好的求智慧，好好的听经闻法，你必须把你的生命里面用所有的力量投入在佛法上面，这是你唯一可以投资的，一定不会亏本的生意，就是听法，听闻佛法，绝对是一定对的啊！所以你要把听法列为生命最重要的一桩事情，不可以缺席。我讲是这样归讲了哈，讲的归讲。下个礼拜考试，下个礼拜我请假，我十一号请假啊。我今天要请客啊，就请假，没有办法，啊，这也不能说大家不对是吧？有的功力够嘛，有的功力够嘛，那所以你，或者是有苦衷嘛，啊，有苦衷嘛，是吧？或者是家庭的问题嘛，所以啊，能来尽量来。那么六十八页的倒数，不是倒数，从前面算来的第二行的小字。我们刚刚讲生缘老死又被苦恼是吧，无明灭则行灭，如果说你把这个无明这智慧除掉，那就行灭，行灭则四灭，那你不去照做，你当然不会来投胎了啊。四灭则名色灭，名色灭则六入灭，六入灭则触灭，触灭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则没有业，在有的旁边呢写一个业，业这个有的旁边就是业就没有了啊！你没有业，那当然不会六道轮回了，就不会六道轮回。是有灭则生灭啊，是吧？生灭啊，则老死忧悲苦恼。那你不来投胎，那你能没有什么忧悲苦恼吗？所以说这个叫做啊逆生死啊，逆十二因缘啊，十二因缘有顺的十二因缘，有逆生死的啊。所以就最重要的就是要断了无明，那断无明的一定要有智慧啊，有智慧啊，一全四的六度，四相的六度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上面的三藏乃是能权之教，三圣二谛等是所权之道理，凡是言文字莫非啊显发一种意义啊，现在讲六度咯啊，三藏教里面的六度啊，因为旁化菩萨嘛，所以要讲六度啊，所以权就是贤呐，是说生灭四谛啊，苦集灭道，这个是四啊，苦集灭道这四个每一个审时不息，什么审时不息？世间实实在在是苦的，实在是苦的。急这个贪嗔痴实在是会着急将来的痛苦啊，贪嗔痴啊，就讲一个贪就好，贪一个贪就好。有一个黑社会的呀，老大呀，这黑社会的老大呀，他是做白粉的生意咯，白粉你知道吧，吗啡啦，他很忙，他讨了一个老婆啊，这个老婆啊很漂亮，那是因为啊他是黑道的嘛，也常常不在家里啊，因此他就请了一个司机啊，每天都为这个黑道的夫人啊开车子啊，所以在他生日的那一天呢、啊、他老婆的生日这一天呢、啊，送了一部车子跟这个一个司机给他，然后呢每天都开车。那么这个黑道的首脑人物、啊、常常不在，那么这个他的老婆啊
每天在家里啊，跟煎熬痛苦。然后他就讲，我们女人呢，不是需要男人的多少钱，而是我们所需要的是你的时间，要陪我们啊，要诚恳的对待我们，你不要欺骗我们啊。女人她容不下别人男人在外面玩女人的，你这个对我好坏其次，但是就是要陪陪我啊，是吧？所以啊，哎，这个司机啊有时间，有时间，他有时间嘛，因头给请呀啊，每天陪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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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每天陪他，陪他游泳啦，是吧？陪他吃饭啦，哎，逛街，因为是黑道的，这老婆他太有钱了。买一买，买一买啊！就这个给你，这给你是吧？所以他每天后来就一个这个司机啊，他有一个女朋友，司机有个女朋友，这个女朋友啊，他们是保守型的，他就是最重要的，他就不给他，他每次啊东摸摸西摸摸这没有结婚以前这就不给他啊，所以他得不到。那他又跟这个，他先生常常不在的这个黑道老大的，他常常在一起，就发生感情了，发生感情了，是吧？后来这个黑道的知道了，他说我最恨了，人家勾引我老婆，勾引我老婆，我一定要给他一个颜色看，就拿着枪啊，打死他的女朋友。他很痛苦，很痛苦。他其实他根本不爱这个黑道的老婆，他是爱这个女朋友，所以啊。这个贪字哈，因此你们这些男人要注意，男人你不要一直觉得这个艳福不浅啊，有时候是杀身之祸啊，有时候是杀身之祸啊。因此啊，这个讲这个故事就是说，我们人哦，他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掉下去，他这个本来就开车的嘛，对不对？他有时间嘛，很有时间的啊，有时间啊。这个其实哦，说起来哈，是那个黑道的老婆不对，为什么他一直黏着他？所以啊，我看了这个袋子啊，我就有感触哦。我们认为福的东西哦，实在是一种祸啊。因此如果能够平淡的处理这种感情上的问题，自己稍微克制一下，对我们是有好有好的。看看不能见面还是不要一直见面呢？他那个老婆啊，他那个司机啊，一直跟他讲，你老公知道了，我们要小心了，就还是发生不幸了。所以师父告诉你，这个就是说这个苦，这个急贪嗔痴，这个急啊，你稍微一步踏错了，你就会很麻烦的，会很麻烦的。因此希望大家欲望不好控制，但是希望大家好自为之，免得啊痛苦啊搞得身败名裂啊。所以一皆审时不虚，有失在有苦，是痛苦是在有急来的，灭失在有这个苦可灭，道实在有道可修，是吧？一一皆审时不虚，所以称为地，称为地，为啊三界啊三界二十五有，真实是苦，不可令乐。二十五有，来翻开天台宗的纲要第八页。第八页的倒数二四六七，倒数第七行，第一苦地，苦地就是三界二十五有，就是三界啊，简单分是分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而二十五有也是三界，就是细分啊，把三界分成二十五个单位，有依报跟正报啊，恶报。这三界二十五有，逼恼身心，所以称为苦地。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而二十五有呢，就是四周：东胜神州、西宁贺州、北俱卢州、南瞻部州，就是了。
就是了。四周四恶趣，地狱恶鬼畜生，然后啊加上修罗啊，四恶趣。六欲就是六个了，并梵天就是一个，四周加四恶趣就是八，六欲加并梵天就是七，八加七就是十五。十五，四禅四空天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四空，四无边处啊，无所有处，非想非非想处啊，空无边处，四无边处啊，无所有处，非想非非想处。好，那么就是四禅加四空，又是八，十五加八，十五加八，十五加八，二十三。无想无呐喊，无呐喊，把笔拿起来，无呐喊，三果圣人所住的啊，无想，二十四，无呐喊，合起来一个单位，就是五种圣人啊，就是五这个三果的圣人住在这五天里面，无呐喊啊，就是无呐喊，你看是无想无呐喊，所以无想是一，无呐喊又是一的话，加起来。就是四加四加六加一加四加四加一加一，四四六一四四一一，就是二十五有。哎，唔知咱读起哩，你也知二十五有，那就是这样子啦。啊、哦、啊，二十五有就是三界啦。是吧？而俗有真实是苦，不可令乐；或业是极，极真是因，真就是确实是痛苦的因。这同学们，贪嗔痴一定是痛苦的因，就这样子，这句话就斩钉断铁的说，贪嗔痴一定是痛苦的因。你简单讲，控制不了你自己的欲望，你一定要痛苦的。遭受将来的苦，你一定逃不过因果的，更无意义，更没有其他的道理可谈。灭苦之道只有戒定慧，持戒修定有智慧，没有其他的道，唯有此处，只有这个地方极静安乐，更无一处，只有戒定慧，要好好持戒，要修定，要有般若的思想啊，其中以般若的思想为最重要，实相，实相悟道，戒定慧全部具足。其实戒定慧是三，一都没有，何况有三？释迦牟尼佛证悟到这个长极光净土的时候，哪有什么戒定慧？实相就是戒定慧。世界审时啊，而自性不虚，自性不虚，所以名为谛，就是真理。真理言生灭者，文中字句啊，可不凡数啊。好，再来讲苦，苦为逼恼为义啊！同学们，我们的身体的病苦，我们勉强还可以忍受哦，有的是不能忍受，太苦了。但是那种心灵的没有智慧的那种痛苦，实在是身体上没有什么痛苦，那种看不开、涂不破、想不破，那种有冲动要自杀的那一种观念呢、啊？那种爱到极点顿失女朋友或者顿失这个先生或者是丧子之痛哦，那没有办法，除非有佛法。所以我常对徒弟讲，我今生今世没有学佛，我会死得很惨。以我老人家这种个性哦，骄傲狂妄斗争贪心通通具足，一无是处啊。现在我没出去做三七了，你看狗了啦，你会讲话吗？你哎，以前的那种个性苦恼无量啊，因为就 没有佛法嘛。我以前呢很贪心呢，有一次啊，吴金松啊跟我去这个操场啊，跟我去操场啊，啊去大同国小操场啊，啊、哦、跑哎，突然呢、啊哎，捡到一百块，他捡到一百块，啊我在后面，哎，公鸡公鸡，又不爱跟我公鸡了，啊，我好气哦，我有看到，只是他先捡到而已呀、啊，啊，
哎，我后来是变成我的至交的良友吴金松哦，很了不起哦，很有正义感，哎，因为那时候年纪小嘛，啊，哦，那时候我就对他很气呀、啊，很气，你看我这多贪心啊，把人先扣，我要跟他分，安尼唔分我了，人年纪小嘛，读国小的嘛，哈、哦，哎，所以我们如果到今天，是吧？你不是讲到100万，你讲到100万跟我没有关系呀、啊，你现在讲到1000万也跟我扯不上关系呀、啊。一个拥有大智慧吗？是不是？那你现在让我们烦恼，所以我们这个佛法实在是太好了，实在是太好了。你要到底要用多少钱呢？啊，要多少钱是吧？是这个逼恼啊，是我深切的体会到，我的病苦我可以忍受啊，是吧？我烦恼，我没有什么烦恼，因为我们具足有本性的功夫跟思想，这个大智慧实相的道理，那。没有什么叫看不开的东西，因此啊，我比众生幸运呢、啊。我的病是纯粹是身体上的病了，当然心灵不是圣人呐 啊，但是烦恼就很少了。这世间人不一样啊，他身体健康的不得了啊，但是呢，他这个心灵上完全不健康，我都不晓得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吗？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们学佛的人是世界上很 lucky 的人，很 lucky 的人。一切有为的心行常为无常幻类之所逼恼，故名为苦。什么叫无常幻呢？因为得到的东西它马上消失，得到的东西它马上消失，而我们众生的生命观里面放在什么哦，讨老婆啦，做事业啦，一失去的痛苦啦，甚至杀人放火啦，是不是？像胡关宝是吧，哎，念到这个硕士，哎，抓去枪毙的，哎，胡关宝是吧，哎，绑票勒索5000万，来枪毙两个，哎，凌晨4点多枪毙，很奇怪呢，这个很奇怪了，这个枪毙都是显白天的，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子，显到凌晨的破晓时分，高检署一断定以后，3天必须枪毙，3天，枪毙以前还要验明身份呢、啊，验明身份呢、啊，万一枪毙错人麻烦呢、啊，好验明身份。然后宗教家来啊，要枪毙以前，他就问他你要不要捐赠器官呐、啊，是吧？哦，或者是你有什么交代没有啊？然后要现在的人呢，枪毙幸福多了，幸福多了，先打麻醉药。现在的人死刑啊很好死的，那先打麻醉药。以前的人判死刑是五马分尸，要不然就是砍头啊，要不然路易14，叫人家上这个断头台。恐惧啊，现在哪有什么恐惧，一针打下去你就躺在地上，你打死你都不知道，是不是啊？美国一个心理学家讲过一句伟大的一个法律的问题，他说枪毙执行死刑不是法律的终结，不是不愿意，他也不愿意这样，意思就是一直用枪毙的还是不能解决社会的乱，要解决社会的乱象，还是需要宗教，还是需要宗教。所以，我出家这一途应该是对，应该是将来应该是会越走越红才对。哎，这个选择啊，哎，有的人呢、啊，这个一生一世、啊、走了一半，发现走错路了。我这一条路应该是走对路才对，啊，众生现在对宗教的需求越来越大了啊。再来，啊，所以一切有为心行，常为无常幻累之所逼恼，故名为苦。所以说，3苦8苦是也，生亦灭三相啊。如是一说，所言急者就着急为意，哎，会遭将集合将来的痛苦，祸根业。都可以遭将来的生死之苦，故名为己，为见惑以夫善恶等业是也。所以贪嗔痴等分，如是一说，所言灭者灭无为意，把这个有一切把它灭掉，结业已尽了，就没有生死日，是负担，累就是负担，故名为灭，灭有还无，亦如是意。所言道者，道以能通为意啊。什么什么8正道、37道品，这个都是道，正道以及助道是恶相辅相成
啊，能通到涅槃，故名为道。所以说戒定慧以乎诸道品是也。是以三界二十五有果报色心，都是三相有为法。把笔拿起来，三相就是生意灭，生意灭，三相有为之法，故名生灭啊。苦地贪分烦恼啊，贪就贪分，就是就贪的这个角度来讲，这个烦恼有两万一千种烦恼，这个在比丘戒里面都有讲得很清楚啊，是由贪嗔痴行住坐卧是威仪所一直划分，然后是个跟这个十种恶啊，十种善恶所划分出来的。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贪的角度来讲两万一千，嗔的角度来讲两万一千啊，一个两万一千，贪嗔痴各两万一千，总此四分，那就是八万四千，贪嗔痴等分，那么就是八万四千烦恼。这是有根据的哦，这不是笼笼统统的讲一个数目之后，这八万四千是有根据的哦啊。这个烦恼心都是流动扰着内心呢、啊，所以我发现对治法，那其实是那个差的功夫。我发现这个真正了不起的，就是本性的东西，空法空性的东西，空性的东西，真正的让你品尝到那一种洒脱自在，也唯有明心见性，内心的那一份安详。否则这个法越邪越圆呢、啊。由此方起善恶不动，三界有漏因，有漏业能感三界生死的苦果，故名生灭极地，生灭的极地啊，生灭的极地。是以戒定慧以对治夺贪嗔痴，名为出世道。譬如明生暗啊，明生暗灭。明如果生，暗就灭，所以就是生灭的道地。那么灭彼三界的因果之由，方得还于真谛之无。所以这个生灭灭地啊，生灭把它灭掉，其灭为乐嘛。问：无有为事相，所谓生住异灭。为什么现在讲生异灭呢？啊，为什么现在讲生异灭呢？哈哈，生异灭对吧？为什么讲三相呢？复有处。住云，这但云生住灭，有的地方讲生住灭，有的地方讲生意灭。答：略则但云生灭，足显有为。你讲生灭就是有为，两个字就可以了。广分开来讲是生住意灭，以表无实，没有实在的。生表此法先非有，本来没有啊。本来就没有啊，所以现在有就变成生。哎，灭呢表此法后，此法后定无啊，后面一定没有，就讲灭。意表此法非岭南，岭南就是固定，它不是固定的啊，非岭南，它非固定法，一切法都是无常法，没有固定法，没有永恒。住表此法暂有用，暂时的，暂时的，啊，暂时的啊。今初中说。所以说三相生住灭，生亦灭，生住亦灭，自无而有，假说为生；自有而无，假说为灭。中间暂有，假说为住。住不结不久停，又名为意。所以说住即色意，包含了意，就是说这个住也就可以说跟意就包含了啊。言意以色住，你讲意生住亦灭的意，那也包括了住，所以把意跟住。可以连接在一个，只要讲一个就好。若二若三若四，若二就是生灭，若三就生住灭生意灭，若四就是生住意灭，若二若三若四，总显有为虚妄不实，平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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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吧？现在六十九页啊、哦，三藏教不但啊。全这个四谛并全十二因缘，所以说意发界次第云，辗转感果为因，互相游界为缘。集注云：如无明为因，
能以行之为缘，啊，能跟行啊作为一个啊互相啊一个因缘，乃至生之为因，能以老死为缘，而且生接着就是老死，七十页第一行，既然属于生灭，所以可以心言铺度，铺度就是推测啊，用心去攀岩来推测，可以用语言分别，所以叫做失意生灭十二因缘。根据释教义，十二因缘有三种不同，一者三世十二因缘，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，天台宗纲要的二十页，三世十二因缘我们已经看过了。第二，二世十二因缘，这个在唯识跟俱舍论都有谈到，二世十二因缘。三者一念十二因缘，那么这个在这个古来高僧大德所画出来的表格，都有一念十二因缘，普通是以三世十二因缘来解释，所以说今先以三世十二因缘来解释。无明跟行也是过去二字为因啊，那么由四名色六入触受的现在五支，爱取有三支是现在的因，生老死两支是未来的果。那么开始解释十二因缘，第一个那么就是无明，无明顾名思义就是没有智慧啊，过去的一切烦恼都是无明，体就是痴，迷暗为性，无所明了，这个叫无明。那么就三藏来讲是烦恼藏，那就三道来讲是烦恼道。辅行云能避圣道，会遮障碍这个圣道，故名为藏，辗转互通故名为道啊，并从过患功德利名过去世所感而来的叫无明。行造作名行，于过去世造作诸业啊，这个叫行。就三藏来讲，这属于业道，那造业嘛，行就是造业嘛，啊，什么叫行啊？就是造业啊。三道是业道，是过去世的业。三世第三呢，那就是世。既然有惑业，心就不清净了，所以父母亲教会的时候啊，意识妄念投入母胎一刹那，有了了别意，名字为世。那么意识脱胎中一分气息啊，呼吸了，直观里面是出脱胎，名叫做哥罗罗啊。那么这哥罗罗就是有具足三种意义，那一有命，第二有暖，这个暖就是温度啊，第三四就是我们八四啊，啊就进去了。四中有暴风，暴风就是命啊，那命那必须要依照风嘛，就是呼吸嘛。啊，在里面呢也有这个风，暴风名为命，精邪才能够保持 啊这个不臭不烂，名为软。你没有这个气呀、啊，那没有办法，是吧？四中心意名为四，此时随着母的气息啊上下出入，名为四味。第四的名色，这个名就是精神，色就是物质，所以名色，名是心，色是指。从脱胎以后，五个七，五七就是三十五，名行味，呀，就是形状啊，形状啊。我们人的这个五七三十五日啊，我知道两个月之间，你看这个录影带啊，录影带这个日本人拍摄的这个从受精卵一直到出胎，这个跟猪一模一样。人呢、啊，那个录影带我上次有拿给这些法师们看嘛啊。出生的那个，哦，那个日本人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啊、哦，太厉害了。所以说，这个我们有看到那个，人跟猪也差不多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身猪跟形四肢差别，啊，两只手，两只腿啊。所以虽有身根以及一根。但是没有眼等其他的四根，所以六出未眼都是明色这个位置。那么明是心呢、啊、但有明色是执爱，四蕴是心，四蕴就是受想行识。那么一个蕴是色，
就执爱叫做色，心但有明。那么五就六入啊，十二因缘的第五就六入，六根成变成了这个胎中，从明色后到第六七就是四十二天了。明法毛爪齿位，那就慢慢的成长啊，七七四十九天啊，就具根位，五根圆满，六根成者福行因，十或者是九个七，十个七就是七十天，九个七呢，那么就是六十三天啊，这诸根就具足，持胎中，胎中位慢慢慢慢长大。所以说到了孩子大概两三个月以后啊，整个孩子的形状就完全具足，但是再从四个月以后就慢慢慢慢慢慢长大，慢慢慢慢一直成长。这个孩子啊，并不是说到七八个月才完全具足，不是的，两个月，两个月六十天左右，我们看那个录影带啊，两个月，但两个多月，七三个月以内，这个孩子就完全通通有什么，通通具足，通通具足。哎，所以说四五个月以后啊，堕胎啊，那就算是犯杀人罪啊。世间人讲堕胎了，佛教界讲，佛法啊，戒律学讲，这算是杀人，杀人已经变成人了嘛。所以啊，总名六入，总有三十八个七天，三十八乘以七就是两百六十六天，两百六十六天都是胎中位。六出出胎以后到三十岁呢，由六根对六尘情啊，以及五欲六尘啊，这个是情尘是合合，但是在唯顺中庸差别境上还不太能够啊了解了知啊，没有办法生这个苦乐舍，是名为处，就是还不是很强啊。比如说刚出生呢，两岁三岁啊，啊，比如说两岁三岁的时候啊，他爸爸妈妈死了，他两三岁他怎么懂呢？他根本不懂啊，啊，是吧？所以他那个感情上啊苦乐这个力量还不是取舍力还不是很强。第七呀、啊，就受，领了好坏啊，从事到受，名现在无果，现在无果就是事名色六入触受共五个位次，这名现在无果，从事名色六入触受就五个。从五六岁到十三岁，因为六尘触六根就是领纳前进，那么就是三受，苦受、乐受啊、舍受，这三受。唯顺，唯就是说不顺从自己的意思，顺就是很合自己的意思，中庸就是说平平的，也没有说很违背或者顺从都没有，中庸，中庸属于愚痴啊。这里讲中庸并不是属于说儒家讲的中庸，这里所讲的中庸是痴的意思，愚痴的意思，属于愚痴位里面。境上已经能够分别，但是不能够起这个淫贪之心，所以名叫受。第八，爱，哦，那就力量就大了。爱，爱色男女，男女，金钱、金银、财物，那、啊、开始爱了。从十四岁，从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，贪以种种的圣妙之具以及淫欲等境。你看现在的国中，现在的国中。是吧，就不得了了。然犹未能广遍追求，不名为取，都是爱之所摄。取就是广泛的追求了，凡是一切境界都生执着心啊。这两种未来的因都是属于烦恼，如过去无明啊，就是从二十岁以后贪欲转胜，以五尘境四方追求，名字为取。所以这个取啊，我们取最大的痛苦就是记忆啊，因为执着会强化我们的记忆，因为记忆就会逗留在以前痛苦的阴影里面。所以说记忆是是我们过去的这个幻影而已啊，并不是真实性的东西。不管是师徒，不管是夫妻，不管是朋友，
对不愉快的事情要舍，放下过去就不再念，不要念它，是吧？啊，唔通安尼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讲对方不高兴的事情，这样会引起之间的分裂跟痛苦。如果你是一个男众，你要记住，你永远不要在女众面前讲他的缺点，不要讲他的过去。比如说那女众啊女众啊，他很诚实的告诉你说啊，我以前呢、啊、交过、啊、两三个男朋友啊，怎么样子啊我们有过几次的接触啊，怎么样。那你这个男众啊，知道他那么诚意的讲给你听，那你就从此以后就不要谈，要不要谈？那那么女众也是一样啊，那男众有时候跟你讲心里的话啊，我以前呢、啊、是怎么样花花、啊、是一个 playboy 啊，是怎么样子啊？啊，两个人一吵架，像你以前那副德性，像你以前那副德性，怎么样？玩你呢，玩一呢啊，没有你呢了，现在找我了，怎么样？啊，难道又讲了伤到他的心？所以我们这个曲着心啊，这个曲着心啊，很多的痛苦挣扎都是一种记忆体面的执着，没有必要。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事实，已经成为过去了，就不要去追求它，也不要去计较它，不要去计较它，是吧？不要去计较它。所以男的也有缺点，那女的也有缺点嘛。当然，让你慢讲话，慢讲就好啊。反正今麦会下安就好啊。慢个讲，到时就甜啊，不是很好吗？虽然是虚伪，但是这个也可以抹平一切的不必要的痛苦嘛。所以最不会做人的那个老婆就是什么？一天到晚念炸酱面，这不差呀！这已经几十年前的事情，你老是一直唠唠叨叨的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，哎，很糟糕。有一个男同学，不是男同学，有一个他的男朋友啊，他的男朋友啊，他是要叫这个女朋友啊，以前的一个无缘的，他现在是很爱另外一个，准备跟另外一个结婚了、啊。他这一次出去以后，他是要跟他解决掉，叫他不要来往，你知道吗？他是真的很诚意的啦，很诚意的啦，啊，他就这个，他就要准备结婚的这个是未来的老婆、啊，他就跟踪，他到底要出去干什么？啊，追求，一看到两个人在冰果室，他的化妆帽子啊，那遮了一半呐、啊，一看呐、啊，这女人就是专门征信社的一样的，再看，哎，那两个讲，那个男孩子就跟他告诉女孩子说，我一定要离开你，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只有肉体哦，没有任何的感情啊，我们一定要离开，我们的结婚并没有幸福可谈。你在需要的时候找我，我在需要的时候找你。我们这种建立在欲的当中，不会永恒。而且，我再讲，讲到最后，这个女孩子一直要求他说：“我们两个，你不要离开我，你不要离开我，什么都给你。”啊，拿出1000万的支票。女人呢、啊，一爱到这个男的，什么都给的啦，是啊，什么都给的。这种男人也是很好的，我是很欣赏这种男人，因为有钱拿嘛，是不是？是吧？也拼命的要求，后来真的讲得没有办法了，然后女人要求说：“好，我不能得到你，那我要到美国去了，我要到欧洲去了，那你最后跟我拥抱，那跟我亲一下，我就放你走。”这个女朋友刚刚在后面啊，好吧？那男孩子说：“啊，这不差，对不对？反正就是要离开的，因为他是很诚意的，所以他这个吻跟拥抱是对这个。”将来这个女朋友要结婚的人是很负责的，就是要跟他一刀两断。但是那个人看到的就是这一幕，电影都是这样演的，你拿他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只看外面的，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的。后来啊，他们两个人啊，就要准备要结婚了吗？准备要结婚了吗？那个结婚以后，那个女孩子啊。十几年后啊，他就翻案，他说我的肚量啊还不够大吗？
你还没有结婚以前，以前怎么样怎么样，哪里边果似的，你们还拥抱，人家还亲一亲，这男孩子事实上被看到就这样，但是他是要解决呀、啊，有苦难言的。因此啊，我说我们这个取字啊，如果一个人对一种事情啊执着，他十年、二十年，他绝对不会忘记，也不会忘记。爱情是不能走失的，他不会原谅你的。我告诉你，男人啊，男人的这个最大的痛苦啊就是暴力啊，骄傲、狂妄、自负的个性。女人最大的痛苦，最大的痛苦就是对他冷漠。你对他冷漠，等于判他死刑一样的。真的，因为女人不，你重。你慢慢的冷静，听听我。一个男人要给你死，他很简单，他不要跟你打吵架的，他就不跟你讲话，你就惨了。他每天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？我长得不够美吗？你要什么讲？那就这样子。所以说你要给男人死很简单，你诽谤他，还气得笨脑筋。男人啊，你要给女人死很简单，不跟他讲话。冷漠，不好言相待，很冷漠。哇，这比戏卡干枯了。打入冷宫，电冰箱冰起来，这下惨了。要不然你说这个以前的这个宫廷里面为什么斗争啊、败乱啊，对不对哈？就是这个争宠的问题，争宠的问题。所以第九这个取。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，很难很难的，很难破的。简单讲，就是我们的平常的记忆、痛苦的回忆、不高兴的事情，一定要舍，放掉它，放掉它，你才有好日子过。要建立自己内在里面的清净的净土，那就是要舍掉不愉快的事情，要忘记它。第十就有说业已成就，是未来的因，这是属于业道。就像过去行体就是业，为持求诸境啊，起这个善恶业，积极牵引当生三有啊，三有就三界啊，故名为有啊。诸因是未来因者，虽然属于现在，却是未来的苦果之因。我们现在就是有啊，拼命在追啊，拼命追求啊，取啊，有啊。第十一生，未来受生是从有还受彼世啊。另外一次五众就是五阴之生，是名生。所谓四生六道中受生也。十二老死，从生五众之生俗坏，是名老死啊。熟坏的意思就是像果水果一样成熟了就掉下来。我们的业报尽了，今生今生业报尽了，又死的了啊。四名老死是顺，是为顺生门，又是所灭之境，从无明灭乃至老死灭，是为还灭门。还灭门记住，如阿含啊啊，那么如阿含死无明啊，就是从无明中老死明顺观，死老死中无明，从老死看回来，这个叫做逆观。逆观就是断生死观，逆观就是断生死观。我们现在都是顺生死观。又直观禅境以有之再出，推因之果教于因，以前面的四谛开合之意，因何开合？是说无明行爱取有这五支何为极地，于七支为苦地，闻立此观因缘智为道地，因缘灭为灭地。教义云，既明亦异同啊，何故重说？为机不同故，跟其不一样。是意说发业无明啊，大业有二，一个叫做异俗果，异俗果果欲啊。什么叫欲俗果欲呢？就是不知道善恶的因果。欲俗果就是我们将来的果报，就是欲俗果。欲就是隔了一段时间，熟
就一定会成熟啊。经过了一段时间，它将会承受你所做的一切，叫做易熟果，就是易熟果。所以我们因为现在不知道善恶因果，切然无谬，故发三途恶业。三途恶业啊，恶者真实意义，不知三界无常无我，贪着人天色无色界果报，所以发有漏的善业，以及啊这个禅定业，由此两种无明，即发有漏善恶不定三种行，便以现前一念心中引得将来三界受生的种子，便具名色六路畜兽等种，所以名叫做无明原形，乃至畜原兽，复由迷事无明。所以系因所感的现境界啊，这个境界受，现境界受，现在的境界的感受不了之故，不了解，则起这个贪爱啊。所谓以诸乐受则爱合，以诸苦受啊则离啊，那么则爱其离，那希望啊赶快离开，复由此爱而取一取，所谓以诸乐受种种追求，令其常合；以诸苦受种种方便，令其疏离。以此爱取两种嫩生之祸，烁烁的啊，烁烁的灌溉心中四等啊这个无知的种子，让它的慢慢的成熟，变生芽，有芽即生，此生灭位，任应相比受生，继续受生投胎，即受生于任应变迁而到死亡啊，其种种的忧悲苦恼啊，所以说受缘爱乃至生缘老死等等，所以就无明啊，以及行啊，以及行为能引之啊，能引导将来的因果，名为能引啊。是无明以及行叫做能引，能引出将来的果啊，知道吗？能引。所以四名色六路触受为所引五知，所引出来的。那么爱其以及有为能生的三知，那么生跟老死为所生的两知，那么十知是属于因呢啊，皆就现世二知属于果，那么就未来。那么一生死果又起无明，一无明又起这个造业，但是这个无明啊，这个无明啊，有这个身呢 啊跟钱。有这个钱，有的是术士的，有的是术士的，有的是术士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说啊，我们学佛的人呐、啊，啊，你碰到那个无明很重的人呢、啊，你有理扯不清的，有理扯不清的，对不对啊？有理扯不清。所以这个无明这个东西哈、哦，有时候是因为对方引起的。我们众生都是无明嘛，他本来这个贪嗔痴的种子是在埋藏在里面嘛。啊，你不讲那一句话，你就不会死。你讲的，哎，你不是要杀我吗？啊，但是你讲的嘛，我就干掉你，对不对？干掉你。有时候这个女人呢、啊，她表现得太有志气呀、啊，你惹到这个男人呢、啊，你麻烦大了，真的。你把我记起，立马我记起啊，冲突，硬碰硬。我告诉你，我教你，最聪明的女人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记住，最聪明的女人。看到男众在生气，你用点点的喝，你的比他厉害。你忍耐这段时间忍啊，事后你再慢慢慢慢跟他的调教。哎，你等他在生气的时候，你拼命的讲一些他讨厌听的话，马上赏你五百，啪！这款的代志我再可能来发生，你点嘛给我扒！所以我说最笨的女人、啊、就是 在男人生气的时候一直惹他生气，因为我们八世天中的种子啊，毕竟我们是凡夫啊，不是释迦牟尼佛啊，对，真的、啊、因此这个无明有深有浅，那么因此啊，识时务为境界，我们一个聪明的人绝对不吃眼前亏，哎，绝对不吃眼前亏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视实物为境界，该讲的话讲，不应该讲的话不要讲，不要引起众生那个无明潜在意识里面那种杀这个贪嗔痴的这个种子，那被杀死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
此因是三界的因果不绝，诸显轮回以及离断见跟常见，不堕无穷之过啊。此事出在唯识啊，的可依成啊，确确实实是有根据的，不必更依小圣论解啊。上面依着三藏教示为便初学啊，不敢有违大师之意啊，读者谅之。问：时时皆能发业，都能认身，何故发业偏说无明呢？认身偏说爱取呢？答：发业之无明力量强，举强以该弱，就包含了弱；强就包含了弱。你看，认身则爱取用胜，举胜以色列，视此色延伸，更有多门分别，具如四论，须王寻之。现在啊，我翻开我们今天要讲的课程73页。73页，今天要讲的这个名相很多。73页，从前面算来，2、4、6、7，第七行，对不对啊？哈，今天要讲的名相很多，那有的人都没有听过的。所以比较困难一点。以前四六度者啊，我们现在讲的是顿教啊，顿见秘密不定的这个顿啊，那就是说所谓的三藏教啊，三藏教。三藏教就是所谓的小圣教，所以啊，这一段呢所谈到的啊，刚不是讲不是顿啊，那这个是三藏教。三藏教呢，我们现在谈到的是六度啊，六度。以前四六度则四相的六度，四相的六度，意思就是说，以一种有形象的身口意，一种执着心。啊，认为有六度可修，有六度可修，啊，很积极的去做。此教有大圣菩萨，那么今六度乃其所秉者，泛以波罗蜜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六度啊，是大圣菩萨所修。但是在这里呀、对这个三藏教啊，也会谈论到四相的六度。法界次第云：今列出三番啊，三番就是三种翻译的。波罗蜜有的翻译叫做啊，四究竟，一切事究竟，波罗蜜。弥到彼岸。